艾克索斯战记带领玩家化身成为禁卫军，进入游戏世界中冒险。游戏的主界面是酒吧的画面，玩家能够在这里和角色们互动以及快速强化。战斗时，玩家只需要操控技能的释放，就可以自由地控制战斗节奏。特别是在触发狂热模式的三秒之内释放技能，还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哦。游戏除了有超过300位的英雄角色，人物设定还是由知名线上游戏 RO 的插画家金世罗亲自打造，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啊？